不，我不要再沉迷于工作，这世间的种种难道不如一个 PPT 重要吗？了解世间百态，国内电子商务行业的现状不重要吗？营造舒适整洁的生活环境不重要吗？熟知食品的配料比例不重要吗？健康不重要吗？排泄维持良好的新陈代谢它不重要吗？摒弃自身多余的纤维，断舍离很重要啊。而一个 PPT 50页的 PPT 又算得了什么？生而为人，拥抱热爱才是最重要的。PPT。益康宝 APP 改善睡眠功能。